一个头前的，一个头前的，嘿，那后边这排先个收，二一，请插电。收到，欢迎上场，耶！后台名单放着不顺，啊，后边这个白水沟啊，就是咱的四处聊大白，啊，南边这就是后尾溪吼，啊，咱进前吼，这个工程差不多经过五年了，把规个系统拢做起来吼，啊，南边的这先做，啊，过来就咱做这跳水池啊。啊，跳水池啊，最后咱来做这个北平的抽水站。啊，头拄啊，迄个李长讲过吼，咱这抽水站迄个用地改做一个变位啦，改做一个变位，差不多六平。诶，经费伫遮吼，啊，北平的抽水站遮的抽水池啊有四个，吼，啊会当抽八度，每秒钟抽八度，啊，所以规南边嘛是八度，啊，全部拢有十六度。啊，这个池啊吼，池啊有差不多31万度，会当流遐个水。咱若抽水吼，两边总开，差不多抽五点钟甲抽了。啊，差不多是350座迄个游泳池吼。啊，总共个经费在3.42亿。啊，改善咱海风，啊，佮后岸遮个迄个饮水个面积，达7,045公顷吼。啊，不论是南平还是北平抽水站，啊，过来在抽水池的时候，啊，拢从整个啊3,400,000的时候，啊，都已经是全部吼完工了吼。啊，这过程当然是真侪辛苦了吼，啊，是希望大家在这过程这辛苦吼，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全部的选吼，各部长官的同事的时候，当然吼，啊，特别艰苦的者，干那治水的工课吼，你看嘛，咱得爱哪，咱得爱投入100亿。这个工程的这个能量吼，啊，这个一百亿的选择是北寮台设四号口号甲水南这个乡镇，哦，啊，咱的北寮乡这边车吼，降载到北寮，哦，那可见的话，大概有1/5的话就是丢在北寮乡。